KM， 今仔日咱个 KM 是 KM 问题三十篇，也就是四篇121。 KM 问题三十篇，我抬头看山，我帮助对上主来，伊是我的帮助，伊袂互你跋倒，伊是我的保护者，袂遁离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 日头未上立，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灾难。日出日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是咱个三个来共读上帝话语。今仔日咱所要看的圣经，就是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6到50节。 马可福音第10章第46节，因到耶利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人人出耶利哥的时，有猪马伫行巴猪马，就是青年最乞食的罪孽路边。已经听见是拉萨的人耶稣就哀求讲：“大卑的后裔耶稣可怜我。”最侪人质疑甲伊竞争，若是伊，若是伊，也发大声哀求讲：“大卑的后裔啊，可怜我！” 耶稣听讲，讲叫伊来，就叫青年人甲伊讲，按你的心起来，伊在救你啊。第50节，伊就放下伊的衫，跳起来去救援耶稣。耶稣伊咪讲，爱我甲你做甚物？青年人甲伊讲，也抱你，我爱得到看见。第52节，耶稣甲伊讲，去啊，你的心有救你啦。 伊两边得着欢喜，就是罗尼对耶稣。这是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典故，就是马可福音第10章50节到52节。耶稣因伊讲：“爱我，甲你做甚物？”青年人甲伊讲：“念乎你，我爱得着欢喜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伊啊，你心有救你啊！” 伊两边得着欢喜，就是罗马对耶稣，这是俄勒。